头里不舒服啊，经常听人家什么，什么剑，经常用这个剑这个词，军舰的剑，什么剑，母舰什么字啊？我现在看到那个，哎，天空上的浩浩荡荡的啊，哎，就像剑一样的啊，神鬼相连。 然后连到那个一个中心去，那个神鬼相连，神鬼相连，现在，有飞碟，一个的飞碟，连成了一个像舰队一样的，就形成了一个通道，连起来一个通道，就像我们以前，像部队里，用那个叫舟桥部队啊，舟桥部队就是舰桥的。 他那个坦克要过河，他们就把这个马上建桥啊，就一个浮桥，实际上就一个船，然后上面就架起来，一个接一个，就临时的就建起来了，现在有点像，一个飞碟，这个飞碟，这个飞碟，这个飞碟，一个这个就连到了。 中心就那边，连到了中心就那边，就像这建了一条桥啊，这样就把可以源源不断的，把文明送过来，你想现在，我在同盟军，就是那个，宇宙中心的那个外星人呢，他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啊，各式各样的办法。 可以，消灭那个地球上的那些不文明的东西，当然尽可能是改造，改造不成就消灭。当然了，他们那个希望对那些不文明的东西先通知到，有话传到，再进行，如果做不到再消灭，所以呢，他有很间接的一项任务，通知到，通知到那，因为地球人也不通嘛，怎么通知到呢？我这边帮他们通知，所以有一个。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嘛，就是把他们通知到，把他们传话传到，这个是比较间接的一件事，因为地球人不信的关键问题，你话传过去，地球人不信的，不像那个人家其他地方，地球人打仗，地球人直接打仗，谁通知你啊？打了就打了，外星人不是先通知到你啊，叫你改造。 纠正，如果实在不行了，再动手。偏偏，地球人不信这一套，他认为这是对的，他认为他一直在做到的事情是对的，所以你叫他改造很难，然后或者不屑一顾的那种样子，所以后面的任务还很艰巨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